穿到家里面，里面的颜色外面颜色都一样，这是红块木，这是北美葡萄木，哦，然后里面一样照样做一个这个如意的图案，然后这是单层的，可以近看一点，然后看你内孔，它只有单层而已，那后面那个是双层的，哦，好，然后这一片我一个同学一定要把它卖走。是啊，好，这一件也是一样，但是它又多砍入一个小方块。那这小方块不是只有贴一层皮，3mm、5mm， 这小方块最起码有20mm 要砍入，里面再一层台湾块木在里面，所以这是双层材料，哦，双层的。那这个材料叫做最的 Hinoki 点火，它味道香到不行。每一个人，有人家里说他家有一个块木罐很香，也是没有这个香，因为你要会挑材料，这个香到不行。还有，你再代表我们看看，有没有比刚刚那个还香？有没有？好，后面那边看了，我讲你等会修，你那不能等会修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老师闻一下，老师闻一下，来，香到不行，不饱，这个就是。有没有？这就是顶级的柠檬香块木、哦，所以有时候去买块木，有时候不小心就被人家骗走了。那个真的很香，而且那个块木罐里面还帮你装了精油。我这人很好奇，去三里工厂看人家在车块木罐，我就偷跑进去后面看，结果报纸盖着了，里面都在偷滴精油。哦，好，来给。